恭喜他。拉回来，这右半边非常的强劲，在界内形成安打，打出安打是曾传生，现在绕过了一垒之后，持续往二垒来做挺进。处理球还有点瑕疵，现在手刀冲刺来到了三垒，这是一个三垒安打，一口气就来到得分的大门口。哇，神农拳这个时候打得非常的强劲啊，落点非常的巧妙，他的一个跑速也很快。像外手好像离捡到球到把球传出来的时间也比较长，内角高。嗯，唯一有机会就是犯规过程，那这种不好下。嗯，就有点往前跑的时候，他就会错过一点点时间了。是，这个转横其实也蛮快的，但是因为范国成这边在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来把球给挡下来，这是曾传生生涯第一支三连打，也恭喜他。这个球要拦下来说真的不太简单。第一球出手打右半边蛮深远的位置，这个距离应该是够远哦。三垒上的跑者启动要回到本垒形成高飞牺牲打，蒋少红的高飞牺牲打有一分的打点，又是卫权了，又是高飞牺牲打。哇，每场比赛都会有高飞牺牲打，这一分真的来得很快。三垒安打加高飞牺牲打就拿下了一分。这一分打下来，现在双方战成一比平手，再来看一下没有问题了。对，现在大家这个点来讲都会很刻意的得到确定球，等下去之后再过了。球都已经接手套，准备要交换。